内心彷徨，年容未老，心已沧桑。把你燃烧，就是要把你照耀，就是要天知道地知道你知道我心思火燎。哎，对，小时候呢我不爱说话，但是来说就有句话说得好啊，这叫这个压抑久了就要爆发，爆发久了就要崩溃。所以说呢，我是从小被压抑的，后来长大之后呢，然后有机会能说话了就拼命的说话，只要自个儿能当艺人就一定要像吴宗宪一样给各位带来欢乐。所以说呢，这个娱乐为人民这个观念呢就是在那时候养成的。今天来说你看六位人，对，穿的都有点黄，如果他们叫六位地黄丸的话就会就能效果更好了。好，哎呀，舞蹈来说，让我感觉就是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去跟异性发生一个身体上非常亲密的接触，还有就是感觉跳舞跳起来是个强身健体，能够这个清气上升，浊气下降，食归大肠，食归膀胱啊。霹雳狂花，武林争霸，我是花儿大张伟。Rien qu'un mètre environ nous sépare. Nous voguons par-delà les violons. On va dire entre nous, on se marre. Allez voir ajuster leur lorgnon. Vous permettez, monsieur, que j'emprunte votre fille. Et bien qu'il me sourie.Je sens bien qu'il se méfie. Vous permettez, monsieur, nous promettons d'être sages, comme vous l'étiez à notre âge, juste avant le mariage. Que d'amour dans nos mains qui s'étreignent, que d'élan vers ton cœur dans le mien.Il retient, n'atteint pas la tendresse où l'on baigne. Vous permettez, monsieur, que j'emprunte votre fille. Et bien qu'il me sourie, je sens bien qu'il se méfie. Vous permettez, monsieur, nous promettons d'être sages.Comme vous l'étiez à notre âge, juste avant le mariage, juste avant le mariage, juste avant le mariage.哎呀，大张伟，哎呀，我真是，我告诉你啊，真是人不可貌相。哎，我跟你讲啊，比我想象中跳的好太多了。是是是，让您茅塞顿开了吧？哎呀，真的是，我也自个儿惊于这么跳。而且你跳起来哦，不容易看到你的眼神，眼睛小就有好处。没有，我的眼神就叫妩媚。你那个跳起来，感觉眼睛单眼皮，其实是因为就是非常用功嘛。是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板蓝根嘛，是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感觉。磨杵板蓝根呢？对对对。磨成绣花针，磨成绣花针，那是粉的，都磨成粉了。哎，我想问一下，大张伟，你的心态好像很好啊。你们看上来就是复活赛，你是已经准备要这个这个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他这个叫哀兵姿态出现。哦，你以为这个三位评委这么好骗吗？哦，对不对？本身能够拿出复活节这个东西来，复活赛，复活赛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其实参与最重要嘛。本身来说，刚才已经看见了那些人都跳得那么好，是是是。然后本身小弟呢，胜出是不太。可能了，但是说参与最重要，让我自个儿把我这个非常帅气的脸庞摆出来就可以了。了解，是的，对对，就照了镜子，自我感觉良好。对对对，大张伟，直接准备一个桶，然后就可以了。哎，对，帅气这词儿不适合你自己说出来，我说说还可以。你真的今天很帅啊，这头发特帅，哎呀，亮腾腾的。他这个一切都很好，就是裤裆实在是太低了。你怎么这样？这么低呢？讨厌。
哎呀，这个好通风、啊。我这个是有模仿的，模仿。我这个模仿，你瞧，刘德华，马德华，刘德华，马德华，刘德华，瞎夸嘛，这是这样对啊。哎，小心的这个评委的印象给分呢、啊。评委老师的眼神好不好？来来来，大张伟今天表现如何？老师，李老师，你跳舞，我发现你跳舞啊。很有阳刚之气。哎呦，年轻人的阳刚之气、啊。正经一点，老师在讲。很充满一种活力啊，活力，非常充满活力。活力。但是要说你这个探戈舞蹈呢，刚才我跳的是探戈是吗？探戈是探戈舞、哎，但是看是哪一种探戈舞，是国标舞的探戈舞呢，还是舞厅舞的探戈舞，还是酒吧里边的探戈舞？哎，老师去过不少地方啊，舞厅、酒吧你都去过了。如果按专业的国标舞的要求的话，不够。如果按那个舞厅舞的要求的话，又超了，所以我感觉呢，你是跳的就刚才宗宪老师说的，不伦不类、但是有一点呢，你跳的非常有朝气、有我们探戈舞的特点，男是那种阳刚，你这么年轻，你把它跳出来了，谢谢您，好，祝贺你啊，谢谢您。李安群老师说的好，这不能怪你呀、如果跳的分数不高啊，可能真的是裤裆太低的原因啊。再出两句吧，这么不给面我都没法下去了，你是不是太多了？我告诉你，你还敢叫方老师讲话，他吐不出象牙的，我告诉你。你这么说什么呀？哎，不是，不要这么说人家。我觉得你这么说真的是错了。这样讲不对，这样说不对，真的是。是人家方老师不怕开水烫。不是这个意思。哎呀，不是这个意思，你说八道。我跟你说，你完了，还没开始打分呢。对不起，方老师。我这叫豁出去，胆子真大！我跟你讲，今天可能是会破纪录的分数哦。不知道历史新低会不会出现啊？开玩笑，你看他们几位老师，他们都是面善心恶。我告诉你，什么面善心恶？人面人面兽心。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真的，你完了，没了。就是因为你每次都带着我说这个，就是你这个单眼皮。赵老师，对不起您。后面小气一下，看看你的同伴对你怎么点评，好不好？同伴呢？哇！您直接进练房吧。再见。大张伟，大张伟，你眼睛我看一下，双眼皮儿呀，挺大的双呀。大张伟，我想问一下，你跳这舞的时候为什么特别嫌弃你的舞伴？你都那样。怎么样？没有嫌弃舞伴。舞伴今天说这个香气扑鼻的，你知道吧？然后本身来说，让我感觉非常的融化的一种感觉。但是我是希望我这个油头粉面的感觉的时候呢，这个面对镜头的时候要这样。所以我们都误认为你嫌弃你们了，你们都误认为我是那个颜面神经失调了，是吧？对对对，因为今天你是万花丛中一点绿，所以我们这个五朵鲜花也是要给你。那哪能自己夸自己说是鲜花呢？那加什么花吧？那我们就美女吧。我没有，他没有鲜花，我是你要来中间，你到中间，我们每个人会你要摆好一个扣子，加油的，不准要用电眼，不准再用那个眼睛啊。王者知道吗？这个说的太对了，他的待遇太好了。谁让今天只有一个男的呢？我给你指的是谁？你要不要先排一下戏？哇哦！谁推我出去？怎么软了？太闹了！好，来，我给他捏肩好了。不是这样。好，你要演出内心戏，对吧？内心什么戏？王者，导演王者最高分是狮子王吗？狮子王是哪种王者？好，那我们这来，我来做导演，来四朵金花，来好。